俺去买生砖，老弟。他这往下才后来的嘛。哦，我们大兵后来的。我没说，我也说咱们这今天是前在工厂去采炉的。采炉啊？炉到的。哇，这个绳子挂好嘛？哦，看完就觉得冷得不得了，血就长。绳子挂好啊？嗯。哎，我这个水把它。哦，这个里头也是啊。哦。哦，那我这是给我们磨坊上垫好嘛？哦哦，我不晓得你在拆绳子，晓不嘛？晓得你拆绳子的话，我就在你外边来。快点走。要得要得要得。我在见过的啊。你好像见过的。嗯。我带你屋里来了的啊。我带你屋里来过的。来过的。哦，来过的。你弄个凉水给我冲凉了嘛？是吧？我这是我爷爷在弄的，弄的漂亮。我前拆的小伙子弄的漂亮。哦，身材还是可以。嗯。今天一天拆这么多？我这一天拆这个，我这第一个身子装的跟野猪吃完的嘛了。野猪吃完了？嘿，野猪把吃完的嘛了。哦哦哦，那今天搞的，他大部分都是惯性。现在开始编着编着生嘛，他都没生。啊。他个就说他就是编着编着，他反正。有时有装着，他是肯定不会装着，他是连那个头那个他臭在里头家伙。哦，那狗肉我说的是，还要有飘。哎，飘哈飘哈，打凉了，要得要得要得。过来。哎，好喂，还有那么多杆儿呢。哎，快坐。哎，要得。坐快点。猪脚杆，这还有一个撮箕。这个撮箕编的还怪好啊。过来那个。喂，过来，不坐，不坐，哪儿先不坐？坐一坐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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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哈，坐哈，坐坐，不用坐。会坐，会坐。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这烧柴火。哎呀，农村是个样子，我们也是烧的柴火。这个就，哇，这绳子才好哦。嗯。这个今天绳子嫩家伙。嫩噶。又不轻不彪。嗯。断的起不？断起。我烂的也是那个家伙，我们家砍路的那个挖不平路那个。火锅炉，三角火锅炉嘛，在家少也是给我充了几个手机噻。他说卖的好走，我说卖的50块钱个，他是跟他点那个跑的。还有没有啊？你烧鸡啊？还有烧鸡没了？有，有。嗯，我刚刚看你烧鸡了，烤的刚刚可以，烤的刚刚趁就是，等刚去皮就是。哦，嗯，23.2。23.2连烧鸡。嗯。这就把那个烧鸡甩到缸里捡个烧鸡嘞。2.2。这个烧鸡。21。变得好哦。拿着几个走的了。叫他吃了全屋里有的喊。嗯。他变个我是进来都变的个自干进来都变的。啊。进来家可是变。也是好久变的啊。这是。冬天变的呀，今年的就变的，今年的变的不干，家可猪。那我看看你烧鸡看看嘛，好的话我也就买个上。反正你看嘛，你照吧，你那个照。好的话我就买个上嘛。这个老人家变的烧鸡，我们看看你。那个天天的是背兜儿。我看看，烤哪儿的啊？嗯，我操，我背兜。外头边个噻，我卖昨天边到卖到，我把店都开了。嗯，我那给照去嘛。我的灯也拉，灯也拉。昨天那个，我边卖到30几个被头。卖30几个被头，好钱够呢？啊，好钱够呢？哇，这是不是那这外头边个噻个那个小被头。哦，那个五天都不背得好得起哦。哦，嘿，这个背带编的好啊。这是我们那个娃儿，他要不出门背家具，这那我们这一般都背这小的。这个背带还是够好。嗯。烧鸡还是可以。哦。啊，烧鸡要好钱个，那个烧鸡。哎。要好钱个。这个40了，大的50了。还有大的啊？没得了吧，大的卖完的了。哦，40吧。哦。那就把一个拿上，那个小的呢？这个小的30啊。人家南木说是南木，别说是南木那个是编的，说啥还卖的把那别的别哦。我买两个。买嘛。那就把两个哈拿上。你就拿嘛。嘛这个被子编的好，鲁大师。买什么？被子，特别是那个那个垃圾的，也不介绍的。
这不是节是铜鼻子啊？哦，那晓得，我看得到。哇，节气是铜鼻子啊？哦，哦，喂，说卖不进的卖不进，我第二是。那我就把两个大的拿上嘛。啊，就拿嘛。这个小的你就丢在那儿用嘛。嗯。嘎。嗯。八十，40块钱哥。就是交定喽。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就也就让到钱喽。钱了。那我拿的是旧号拿的，接后头三个都50块钱哥，给我拿起去，接着给我打电话来，喊我再给他们店给我说拿，我给就辨识，我说拿。但是这个锁的这个不存在，嗯，扭头过去看，又拿绑架是拴到的，拴到才锁的这个。哎，要得要得要得，那你就让到价了，老人家。不是，这又不是远来的远距的人，那是那屁股看路的。如果说的50，这是50。好吧，我们下来的过后，所以说下来过后见面的又不理解的人。要得。哦，哎，那好，走了哈，走了，老娘啊，哎。